知道这家餐厅为什么叫摘星？就是因为在中国没几家餐厅拿过米其林三星，我认为是观念陈旧，不思进取。我回来就是要摘下这三颗星。用苹果木熏经过长时间低温烹饪处理的 A5 和牛，使得入口柔嫩，再配上美酒，相得益彰。